奶奶，应该做什么？啊，是猫咪呀！哪来的猫啊？不知道，看起来不太像家养的猫，肚子饿了就从篱笆里钻进来了。小猫咪好乖呀、啊！小心！猫的戒心可是非常强的，突然抱它是不行的。给它喝牛奶也不让我抱，真是忘恩负义的猫。给它喝牛奶的不是你吧？喵！小丸子，很冷，把窗户关上。哎呀，是那只猫啊！真的呢，小猫咪，快过来吧！看看看，在这里。那只猫怎么回事？看起来和奶奶很亲近啊。是哪儿来的猫啊？它一定是只野猫吧？野猫的话不会和人那么亲近吧？但是它和我一点都不亲近。动物当然也会看人的嘛。姐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好了，今天晚上很冷，快回去吧。喵！喵！哎呀！那只猫和我一点都不亲近，不仅如此，当它看到我在的时候，还哇一声露出凶巴巴的表情呢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它是野猫吧，会和人亲近才怪呢。但它对我奶奶就喵，像这样甜甜的，一边叫一边靠近。那是因为给了它食物吧，不？动物会亲近给它食物的人，不？哦，是这样啊，小丸子。我也想看看那只猫。那今天就来我家吧，那只猫肯定还会来的。小猫咪，快来呀！我拿了食物来喽，是杂鱼干哟，很好吃的哟。奇怪，不在呀。好冷啊！小丸子，小玉来了。对不起，猫咪好像没有来。哎，这样啊，毕竟今天这么冷啊。也对呀。怎么了，小丸子？哎呦，这是小玉的脚吗？哎，不是我的脚。是猫咪，为什么会在这儿？这就是你说过的那只猫吗？哎呀，你还在呀。今天早上稍微开了一下窗户，它就进来了。来，过来这边。真是拿你没办法。这猫好厉害啊！是啊，一点都不可爱。然后，真是的，还特地把门拉开抱怨我呀。他是不是想进被炉暖和暖和呀？是这样啊。是被炉哦，快点进去吧，一起来被炉里吧。我又没做什么。对了，杂鱼干给你。为什么这么讨厌我呀？也许是因为我，他不认识我，所以很警惕吧。我觉得我差不多也该回去了。哎，这么快呀？你才刚来啊。但是我在的话，他就没办法进被炉了。小玉，你是在介意猫啊？也不是介意了。等一下，他又不是我们家的猫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被炉让给他呢？吵死了，你走开。真是气死我了。
明明就不是我们家的猫，却厚脸皮的赖在这儿。啊呜！它不会赖在我们家不走吧？要是被猫占领了被炉，那就麻烦了。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忍不住对它好。那只猫那么黏奶奶，奶奶怎么可能丢下它不管呢？对吗，奶奶？妈妈，我们家不能养猫。不要，我反对养猫。小丸子，绝对绝对不要在我们家养猫。你忘了吗？你以前总是缠着妈妈说想要养小动物啊。那么不可爱的猫，我才不想养呢。就因为那只猫跟你不亲近，所以你才会这么说的吧？如果是只更可爱和你更亲近的小猫，你肯定会说想养的。没那种事，姐姐。在我们家养是不行的，不能给妈妈添麻烦。明天我就去老人会上问问有没有人能养。多是奶奶的错，明明养不了还宠爱她。奶奶，那么明天我也去学校问问看吧。小丸子也要帮忙哦。我也要啊。猫，什么样子的猫啊？是新罗猫还是波斯猫？就是普通的猫。是小猫吗？不是，还挺大的呢。可爱吗？要我说的话，怎么看都不可爱。猫吗？我倒是不讨厌。什么样子的猫啊？这个嘛，长得挺大的，又难看，见到人就哇的一下把毛竖起来了。没找到可以养它的人吗？根本找不到。我妈妈说了，我家不能养猫。那就没办法了。我妈妈说，这只猫那么亲近人，可能是因为它曾经是家猫，后来被人抛弃了。弃猫？真可怜，被抛弃了。大家都说不行吗？这儿附近的邻居我也全都问过了，他那个样子大概很难找到领养的人了。跟小玉一说，我渐渐地觉得那只猫很可怜，是不是只有奶奶才会愿意养它呢？那我们家养吧。这不是没有办法吗？妈妈，奶奶，妈妈说我们家可以养那只猫。什么？那只猫呢？已经走了。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毕竟是野猫嘛。一定会再来的。但是自从那一天之后，那只猫再也没有出现在英家的院子里。奶奶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是在等猫吗？也不知道它怎么样了，只要它健健康康的就好了。斯蒂芬妮，斯蒂芬妮，看来他喜欢上别人了。那家的食物更丰盛啊。所以我才说他忘恩负义啊。不过他健康我就安心了。可是我才不会那么想呢。丸子被那只猫甩了，不甘心吧？才没有那回事呢。走吧，回去继续打扫庭院吧。什么猫？这真是只管自己逍遥快活，根本无所谓你是否关心他的猫咪。
冬天的厕所好冷啊，水好像被冰过一样。哎呀，小丸子，你的手帕呢？我忘记带了。真是的，这可不行，不好好擦干的话，手会开裂的。谢谢你啦，小玉。哎，小丸子的手已经裂开了，没事吧？哎，这个一到冬天就这样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没事的，就像这样搓一搓就好啦。哦，怎么啦？你没有闻到很香的味道吗？像水果一样甜甜的。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香甜的味道来自哪里？是哪里来的？喂，是不是有谁在偷偷吃点心呢？你在说什么？我顽为莫南，对于这种不守规定的人，说白了，作为班长是绝对不允许的。吃点心的家伙，快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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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让我吃点。小山，你搞错了。首先，确定下香味的来源。香味好像是从这个方向飘过来的。这里发出来的味道。没错。殷同学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我闻到这里有香味。香味？程奇同学，替山同学，我直说了，你们两个人刚刚是不是在吃点心呢？哎，点心？喂，你们两个太狡猾了，只想着你们自己，也非得给我吃。小山，都说了你搞错了。什么？你们在说什么？请你不要装傻了，这个香甜的气味到底是什么？你说香甜的气味？难道是这个的气味吗？是这个。哇，好可爱啊。这是护手霜。护手霜是什么？到了冬天，手不是会变得干巴巴的吗？所以才要涂护手霜呀，手就会变得很光滑。原来是护手霜的香味。太意外了，犯人居然是护手霜啊。怎么可能会把点心带到学校来吗？就是了。真是的，实在是太对不起了。我还以为是能吃的点心呢。真是对不起哦。没事，以后我还是带没有香味的来好啦。我也是。不过不愧是程奇同学和替山同学，居然还随身带着护手霜啊。你们俩的冬季护肤做得真好啊。还好啦。哎呀，等等，小丸子，让我看看你的手。你的手都裂开了。是啊，这样不管的话会更严重。涂下这个试试看。C 波同学也请试试我的吧。嘿，我也能用。即使手没有裂开，涂一下也很好。谢谢。哇，我觉得自己的手好像变成了有钱太太的手一样啊。果真湿湿的润润的呢。小丸子真是的。我因为嘴唇有时候也会开裂，还会涂唇膏。润唇膏？哇，好像大姐姐一样。这么说起来，替山同学的嘴唇看起来是很湿润。青紫的我要是涂了唇膏，会不会变得像替山同学那样呢？我也想试试看。藤木同学，你傻乎乎的笑什么呢？我才没有在傻乎乎的笑呢。藤木同学，你是不是在想我也试着涂涂唇膏吧？涂一下也挺好的，说不定会变得和替山同学一样。你不要说出来嘛。哎呀，有什么关系啊，藤木，又不是说男生不能涂，没关系的。藤木同学，你的嘴巴干干的，还是涂一下比较好，这个很有效的。谢谢，我会让妈妈去买同样的。地山同学好温柔啊。要是连藤木都开始护肤了，我们就不能输了。小玉，我决定了，我也要让妈妈马上去给我买护手霜用。哎呀，说到护肤的话，我可不会输哦。美环同学，在冬天进行护肤可是少女的常识，
我洗完澡以后还会往身上涂上润肤乳。哎呀，原来你身上的皮肤这么干呐，真是糟糕啊！才不是这样呢，这当然是为了让我光洁的皮肤更加水润呢。哎，不愧是美环同学呀！是啊，我还没怎么用到润肤乳呢。一旦有了喜欢的人，就会每天都想着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漂亮。是不是感冒了呀？想要少女的护肤。所以护手霜啦，唇膏啦，让皮肤变得光滑的身体乳啦，都给我买吧。要求这么高，没那个必要吧。但是你看我的手啊，都已经开裂了。那这个给你用。哎，这个是妈妈一直用的那个吧？对呀，这个不管是身上哪儿都可以涂，很合算。合算，这是主妇们最看重的。但是这个霜是妈妈们用的吧？我想要的不是这种霜啊。你看啊，哪里都没写着妈妈专用吧？用这个就足够了。妈妈，妈妈，能不能把那个再借我用一下？那个？那个。啊，是这个吧？请用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爷爷，你要干嘛？涂在头上啊。头上？前一段时间我那个小腿有点干裂了，妈妈看到了之后就把这个借给我了。我每天涂一下，然后就把干裂给治好了。我突然注意到，居然怎么样了？小腿的腿毛居然又长了出来，在轻轻飘动啊。这不是和以前一样吗？不对，这些腿毛在健康成长我是知道的，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哎，这时候我就思考了，要是把这个涂在头上会怎么样。原来是这样。为了让头顶上长出像腿毛一样迎风飘荡的头发，我今天就往头上涂这个了，希望效果会好。好吧，不过确实觉得脑袋很光滑。看吧，爷爷也在用这个，这个可不是妈妈的专用。这似乎离可爱又时尚的印象越来越远了。现在这个时候，美环同学肯定在用身体乳护肤了。算了吧，我早就已经是一个身心都干裂的女人了。等一下，我也要洗，你快一点哦。我知道了。哎呀，你的脸，这里干的都掉皮了，就像土豆粉一样。我看呐，你还是涂一点润肤霜吧，马上就会好的。土豆粉。这个味道，是妈妈的味道。第二天，早上好啊，小玉。早上好。好像有什么香味啊。我涂了润肤霜来的。哦，好好闻的味道，好舒服的味道啊。不，真的吗？哎呀，你们就算这么说，我也不会拿出来的啦。你的说话方式和我妈妈的一模一样啊。和我妈妈也一样。不，小英好像大妈啊。不，像大妈。
是因为涂了妈妈的润肤霜才这样的吗？我该怎么办啊，小鱼？这个不是这样的，小丸子。小玉在心里肯定地说道：“小丸子像大妈，这绝对不是润肤霜的错。”真是的，叫我在这种地方做作业，怎么能尽心呢？因为等下要去美环同学家选衣服，等一下再做作业了。因为是参加花落同学家的派对用的，要选成熟一点呢。下一集樱桃小丸子在厨房学习和立志做一个成熟的女性，好好期待吧。巴呀巴巴巴巴呀巴巴巴呀巴呀，哎呀呀，开坦克拉丘林克，找一道。